早安，乔乔早安。我们在哪里？云林。云林，不是我们彰化云林，是云林。我们在刺桐乡农会。耶、yeah ！待会大家来吃水果蔬菜的好料。杨桃越来越少了，而且会甜的。今天跟大家分享，会甜的杨桃不是这样切星星，是这样捆着切。啊哈，待会来开动了。云林刺桐，我们来体验甜美食。这一本呢，罗明丽是专业摄影师拍出来的，我们来看看里面多美。这一本。对，云林刺桐很有经验性。那农会呢？这边都你看杨桃啦、然后这些花花草草水果，哇，茄子看起来就是很肥大。这个是摄影师，我把这个很多二十四节气里面弄出来，小黄瓜。你想先吃哪一道？这一道是什么？这一道是小黄瓜石螺熏鲑慕斯，我们来吃看看。咱们吃看看，定格一下。这个。喂，来 ，OK。什么口感？好咸，好咸哦，对，咸了一点，这个会配东西。这个还不错吃。那我们来找下一道，你带我们去，帮我们介绍第二道是什么？这个是空心菜黄金蛋挞。第一个，它没有辣椒。来，你帮我拿一下。辣椒给你吃，你他叫我吃辣椒啊，其他他吃，这整个吃吗？我被丢红了。然后那个旁边那个边边，是吗？还是他旁边可以吃，可以吧？一个。你把辣椒吃掉。然后里面有点，它是蒸蛋的，它里面是蒸蛋，但是上面好像里面有点辣，它好像不是很辣，有点喝水，这个香不香？辣辣，辣的好，辣好，你喜欢辣？里面很像那个蒸蛋。这一道是什么？你帮我们介绍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番茄汁香三文治。哦，好。来，吃看看。我们站在旁边，快点哦，快点。关在你自己的页面，赶快，赶快。哦，你做一口塞耶。这是面包夹什么？芝士吗？应该是起司，然后加番茄。来，打人，来，都来，来，打人，都来。哎呀，赶快来，吃生鸡。分到你们这一边了。哎，我呀。啊。哎，这个不错吃呢。番茄有点咸，里面有一点加的梅奶汁，南瓜口感不一样。我们先来看这边，我们来一个油封预算，来看看，好像很厉害哦，哒哒，很可爱呢，哒啦，这是吃蒜头吗？好抖，好抖。我们来吃看看，你拿一颗，我想看我们的表情。他这个是用过的啦，他有用过那个。他很怕很辣，很香哎。
有没有炒过的你头发旁边好来嗯有来用过还是有点辣还是有点辣你不要好了我觉得你会怕了个吧还是你要吃看看可以啊他很怕那你帮我你帮我拿我来看看番茄豆酱脆饼你不要动啊我们按我们一人一个定格然后他们想说为什么定格哦嗯这个好香嗯再加一个蘸好吃好吃这个我喜欢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番茄红酱脆饼好吃我嘴巴有点辣刚刚那个蒜头我们来还有一道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道是什么没关系他来入境的这一道是什么黑蒜奶油白兰地饼干哦白兰地好像很厉害哦来一个小娇先吃再换我吃我们看一下中间的料那我们更希望把这个面积再扩大好吃吗好吃是有没有酒味没有哦那我可以吃了叫你先吃是因为我确定有没有酒味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很淡啊我觉得还好还好黑蒜啊番茄啊阿哥黑蒜番茄哦这个空心菜我来介绍一下好香哦空心菜跟那个小黄瓜等一下来喝水哦有酒味有这道料理要调汤汁了有酒味我们把电子拿掉空心菜空心菜吃完饼干再我们去喝个水的农作物啊玩到录影等一下啊啊啊啊我们就要准备了吃完慢慢吃，吃完不要来这边。
通常是有热的哦。哦，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来制作豆皮，这个下面是豆浆，然后上面这一层呢够热之后干，有点半干掉之后就是豆皮。那我们现在拉圆来看呢，看我怎么用。旁边要拉圆，这个不会热。这个手感有点可爱。难过了，很热了。然后呢，这一根。小乔，你在干嘛？我在用豆皮。到底哦，哎，拉起来。哦，很棒哎，我拍一张，看我。耶耶，很好很好，好，把它挂起来。哇，厉害了，开心。今天是豆皮师傅啊。